想要开豪车，我想要赚大钱，我想要实现一天先对话筒后两遍，我想要数钞票，我想要开超跑，我想要你不要想这些支持我永远比你屌，我想要五个亿，有什么不升级，不想没出息，要走出去再去当个什么书记，我想要范冰冰，然后再天天亲，然后让李晨当我爸，这再再送他去好事。你说你转不转，我问你转不转，